宜兰东山乡有一个渔民出海去抓鱼，昨下晡有划船人员发现讲，伊的渔船哦，在停在南方澳渔港的北边，船顶无人，怀疑讲这渔民可能跋落海里，早起阁继续在找人。直升机甲渔民的渔船啊，伫南澳啊港内来来去去，因为一个东山乡姓干的渔民啊，像跋落海，海船甲渔民持续出海，希望赶紧找到人。东山，你两点左右就讲啦，你把市场有交易啊？哦，天光光的时候去找就找无啊，这天乌国国边国。一个姓干的渔民，伊的渔船啊成功号，昨昏下晡去有巡逻的人员发现，船啊伫南澳啊渔港北边破坏内底是停留伤久。经过调查，发现船顶无人，联络家属打电话给这个姓干的渔民，也联络不到。随着港内开始找人，透暝找到呾，还是找无人。也伫港内成功好，那像因为弄着滑冰，船破空，地数几只船全变去。并依照搜寻优化系统，分别于南方澳渔港周遭以陆海空扩大方式搜索，目前仍未发现船长，判尽速寻获失踪之船长。海巡警员讲，专案接到通报了后。水派船舰甲无人机去搜救，在南澳啊附近，以陆海空扩大搜查，希望能赶紧找到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